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方糖 Cheer Sugar。OK， 今天就是大家看到我在的位置，就是已知路入口的六号出口。那今天要带大家去换检所，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出发吧。好，现在就是位于已知路入口六号出口。那我们只要直走哈，我们一直直走往这个方向就可以到了。其实换检所就是在这边换也可以，因为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这个换检所跟明洞大使馆还有一品乡的汇率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因为他们现在竞争激烈，所以在明洞有多间的换检所已经跟明洞的大使馆还有一品乡的价格已经汇率做成一样的。对，因为竞争太激烈嘛。好，那我们就再往下走到大使馆去咯。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汇率哦，台币是39.2。好，大使馆到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汇率一样写台湾392，那隔壁还有一间也是一样，大家看一下哈，392。好，那我们再走去一品乡。好，一品乡呢很简单，就是大使馆这边的转角。好，来再看一下，大使馆在这边，那我们转角转过来，好，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会到一品乡。一品乡到了，哦，那我们一样进去看一下今天的汇率是多少呢？好，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392，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三家，因为我刚刚有说嘛，就是因为竞争激烈，所以他们的汇率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就会一样。那一品乡跟大使馆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再比较一下，因为有时候会有差0.1的差距。对，好，那刚刚是从已知路入口过来，那现在带大家从明洞过来，明洞站现在位于明洞站的五号出口，那我们一样出发咯。明洞五号出口出来，那一样直直走，从这边直走。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会路过这个换检所，那一样这边也是一样，392，大家看一下哈。好，我们继续出发。好，到了哈，就是我身后这边，那大家就是一样去这边找咯。总结给大家就是，如果你住的地方是在二号线，绿色二号线的话，就是从已知路入口出来六号出口，哦，那你如果是住在四号线明洞线上的，哦，蓝色四号线，啊，那你就从五号出口出来，哦，直走第一个巷子右转，啊，六号，啊，如果是绿色六号出口，哦，直走就会到，啊，刚刚有看到大概4-5间的那个汇率都是一样的，哦，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多比较啦，对啊，没有说一定是去大使馆或怎么样。对，反正大家自己去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对，好，那这边再介绍一个 APP 给大家。登，好，那它这个 APP 上面有韩国的各种资讯哦，不管是换钱啊，然后住宿啊、交通、旅游都有，好不好？那今天分享影片就到这边，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并且订阅我哦，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